大家好，我是窝窝，今天带来的是图伦达野的实战解说。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走的是一个半坦流，会出到一些防具，比方说圣骑战盾，还有这个仙灵吊嘴。那现在我们先从蓝 buff 起手。图伦呢是一个一线的一个中路，可是他打起野来呢也是十分强势的一个存在哦，因为他有一个点，他的被动的关系叠加了被动之后，他会有一个闪电的圈圈，那这个闪电的圈圈会使得他在打野的速度十分的快，帮助我们的打野。然后呢，他的一技能如果是三段都瞄准了一个这个野怪的话呢，那个伤害也是十分的夸张的，所以我们打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这里呢，先帮我们的下路开启这个灵鸟。那灵鸟呢是除了它有一个可以换取我们的经济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换取我们一个对对方野区的视野，那就可以看到对方到底有没有在埋伏，或者是有没有在他们的蓝呢，或者是红到底还在不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考虑要不要进行一个反野，或者是要不要在那埋伏。那我们开启古龙，那古龙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回血哦。那我们这里呢，我们在这里中路看到有集结，那我们在这里残血的，我们在这里蹲着，然后使用大招把对方的一个井的人头收下来，然后这里呢再把对方的一个牛魔王逼退，然后这里我们在没有进场机会的时候呢，我们继续的在我们的野区清理一下我们的野区，进行一个发育。然后这里呢，我们第一个出道的是诅咒之刃。那因为呢，我们图人这次我们是走的一个是打野流，那我们出道诅咒之刃。那么诅咒之刃的被动呢，是可以通过击杀野怪呢，会增加我们的一个魔法攻击力，从而提高我们这个打野清理野区的速度，还有对对方的一个伤害。然后这里呢，我们出道的鞋子呢是这个守卫军战靴。因为守卫军战靴除了能够提高我们一个物理防御之外呢，它还能够提高我们对对方普通攻击一个 15% 的一个减免。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到井的时候就不会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坦度就可以提高一点了。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下路有集结，那我们赶快过去支援一波，然后看到下路有三个人在集结，我们赶快使用二技能，然后配到我们一技能，然后刷起被动，把对方的井还有爱丽丝的人头一并收下来。然后这里我们看到图伦呢，这里还在跟我们想要逃跑，而这个时候牛魔王已经赶过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不进场好了，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进场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经济的优势在。那这里我们使用大招把对方的图伦一并收下来，收下了对方三个人头，做到了一个零换三的战绩。然后这里呢，我们在这里再帮中路清理一下我们的兵线，然后在还没有进场机会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清理一下我们的野区。一个好的打野呢，是要在还没有进场机会的时候呢，不断的进行一个发育哦。然后这里呢，我们第三件装备出到是生命法杖，因为图伦呢是一个不断刷被动的一个需要不断刷被动的一个英雄，然后他的一个一技能呢，还有二技能呢，都是可以使他呢可以在吸血的这个状况是之下有一个很好的吸血哦。然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上他们对方的红区有集结，多刀锋把我们打到一个残血的状态，然后这里我们可是搭配艾里使用我们的大招把对方的刀锋一并也收下来了。然后这里我们的被动不浪费把它灌在我们对方的一个中路的井上，然后这里我们把对方的野区的一个野怪收掉，然后再帮中路把这个兵线清一清，然后我们再回城补一下我们的血哦。然后这里呢，我们看到下路的爱丽丝呢已经在这里偷塔，让我们把下路的兵线也一并清一清。那生命法上除了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魔法攻击力，还有我们的魔法吸血之外呢，还能够提高我们一个10% 的一个冷却的缩减哦。那我们图伦除了是吃被动还有瞬移的一个英雄之外呢，我们还是十分吃一个大招的一个英雄哦。有一个我们这个冷却缩减好的话呢，我们大招也是可能够更快的刷起来呢。然后这里有看到对方的刀锋在我们上路，然后这里我们使用大招把对方的刀锋的人头收下来了。那其实这里可以看到呢，其实图伦呢是需要跟对方呢有时候是比较多一点的这个肉搏战哦，所以我们出到这个半坦流呢也是十分的需要的。那我们第四件装备出到的是圣骑战盾，那圣骑战盾呢是法师一个半坦法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需要的一个防装，因为它除了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十分多的一个360的一个物理防御之外呢，它还能够提高我们400的魔力，让我们的蓝号没有那么的夸张，那就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续航力。
而且呢它还能够提高一个 20% 的一个冷却的缩减哦。那我们这个是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的技能呢更快的有时跟你刷起来，然后呢就可以跟对方进行一个战斗了。那图伦呢其实是一个很多玩家喜欢使用的一个法师，而且他是一个也是蛮帅的一个法师哦。那他的造型呢其实只有一个，那如果他是出一个新造型的话呢，大家是希望是什么样子的话，什么样子的呢？或者是雷电是黑色的，那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造型呢？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哦。然后这里呢我们还没有进场机会的时候呢，我们继续的清理一下我们的野区进行一个发育。那我们第五件装备出到的是巫妖王冠，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巫妖王冠呢除了能够大幅的提高我们的攻击力之外呢，它还能够令到我们原本的攻击力提升 35%， 而且还外带一个 75% 的一个魔法的穿透，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输出了。然后这里刚刚配到我们的队友把对方的刀锋一并收下来了。那晚图伦要注意的是呢，要不断的刷起你的被动，然后再靠近你的对手。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被动呢真的是十分的痛的。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的大招要趁对方是一个残血的状态之后才要用，因为你的大招呢在对方越残血的时候呢，你所能做到的伤害呢就会越来越大，就像你的一个技能就是斩杀技能一样。而且你如果是透过大招把对方收掉的话呢，你的被动也是会重新叠加的哦。那我们这里呢尝试一打二把对方的刀锋人头收下来了。所以如果你使用大招的时候对方是满血的状态之下呢，就打都会不会太痛哦。那这里我们尝试回城，可是这只有看到一个残血的一个牛魔王，我们使用大招把对方的牛魔王人头收下来，然后图伦赶过来，可是我们不怕，把一个技能一并灌在对方的身上啊，然后把对方图伦也一并收下来了。那使用图伦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呢，不要只会远程的攻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要只会使用一技能在远远的打你的对手，因为有时候法师类的英雄，比方说像习惯使用克里希啊，或者是这个拉兹的呢，都是一种消耗对手使用我们的一技能。可是我们图伦呢，如果只单靠他的一技能的话呢，很难叠加起来我们的一个被动哦。除非你是把三个法球都灌在对方身上，而我们的被动又是十分的重要的。那我们这里搭配我们的队友，使用我们的技能把对方的一个爱丽丝人头收下来了。然后再看一下对方的景，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把他收下来。有，我们使用大招把他收下来。牛魔王赶过来想追残血的我们，可是我们有吸血外带我们的被动还有大招，然后看着我们的雷电球多超多的，然后把对方的牛魔王一并收下来了，然后把对方的高地中路高地塔一并收下来了。然后这里我们持续的带兵线，因为对方有三个人头掉下来了，我方还有四个。然后这里呢我们呢尝试把对方的刀锋也收下来了，然后再把对方的一个土伦也一并收下来搭配我们队友。然后这里我们最后一件装备出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限定吊嘴。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限定吊嘴呢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 10% 的冷血缩减，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魔法防御，那被对方的比方说这个貂蝉冰到的时候，那就不需要他使用大招对我们也不会那么的痛了，从而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生存能力还有我们的一个续航力哦。然后这里呢我们尝试继续带一下兵线，我们是一个拥有多段位移的英雄，像莫拉纳克罗斯一样，我们带兵线也是十分的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是有多段位移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图伦除了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打野的状态呢，他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援走线的一个能力，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一个零死的一个状态呢。而且呢图伦的伤害呢，即使我们出了一个半坦流，他的伤害也是十分的夸张的。所以呢如果是喜欢使用法师类的一个朋友呢，大家也是可以尝试一下使用图伦哦。然后这里我们搭配我们队友把对方牛魔王然后锦还有对方的图伦收下来了，做到一个我们换到对方一个一换四啊。然后这里我们尝试再带一下兵线，然后看到对方爱丽丝在偷塔，可是这个时候回来，可是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搭配我们的队友把对方的珠宝拆倒，赢得这场游戏。然后这里我们拿到 15.6 分超夸张的评分，然后 MVP。 那大家可以点赞然后订阅，然后把影片分享出去，再点订阅隔壁的小铃铛，那有什么新的影片你就可以更快的知道了。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